二月开始，新盘市场再度活跃起嚟。由鼎沛管理 Twin City 持有的长沙湾单栋精品盘瑞丰，在月初以现楼形式重新推出单位发售，并持续加推单位招标。项目位于东京街29号，行去港铁长沙湾站只需要几分钟。414伙分布于东西两翼，实用面积203至758尺，超过八成都是一房和两房户，主打上车族和小家庭客。项目最新开放顶层三房清水示范单位，是东翼36楼 A 室，实用面积639方尺，三房一套房间隔，正以招标形式推售。客饭厅呈长方形，约6米乘 2.7 米，面积约176尺，用料简洁，富现代感。地板铺设复合实木地板，美观得嚟又易打理。单位享有 3.5 米高的特高楼底，垂直空间充裕，空间感十足。天花板附有装饰假天花射灯连渗光灯槽，有助营造气氛，同埋喺视觉上楼底更加高。并附送特色金属吊灯作为交楼的标准配置，在新盘来讲算是比较少见。客厅露台面积约22尺，可以将自然光引入室内，坐向正南，望向奥运站和九龙站一带。单位位处顶层，景色全无遮挡，可以尽览石硖尾至长沙湾的海洋市景，更加可以远眺维港。虽然位处市区，但因为楼层够高，所以噪音都不算严重。厨房设有曲尺型的工作台面，空间充足。长走廊连接三间睡房，浴室受空间所限，只设企缸，想浸浴就要去到主人房的厕所啦。单位优点是厅房同向，三间睡房不论大细都同厅享有相同的开阳景致。不过两间细房空间上就小了少少，家私摆位上就要花多啲心思啦。走廊尾的主人套房空间尚算阔落，开即是正而摆家私。除了观景大窗之外，另一边墙身亦有一道细窗，增加采光度。房间后方有工作平台，打开门可以增强对流，改善空气流通。